你有多久没有收到情书呢？这是你的信。你还记得收到情书那一瞬间的感动吗？不知道明天还会不会看到那个录音的男生。我居然还那么天真，写情书送给他。你现在这是什么意思？啊！你愿意等他吗？我们分手吧。无论风筝飞得再高再远，只要你拉一拉手中的线，风筝就会回到你身边。